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本人拿到的算是福利品，这一个超可动的系列的航海王的原本是 CP0， 然后后来在剧场版里面电影版里面已经转调到 CP0 的谍报政府谍报组织的成员啊，罗布路基。然后这个系列是这个 Very Brussian a Hero， 对，应该我没有念错，但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因为我后来发现 Google 如果你一直按它，它会出现不同的重音的念法，所以它不是只有一种念法。反正就是这个玩具啦，就介绍给大家看。其实我比较想要的话，如果以这个系列来讲，我比较想要的话绝对不是它啦，我最想要的应该是卡利法。可是我后来去查，好像对，好像它这个系列女角其实出过蛮多的，当然三大主力那几只也有出过啦，可是我后来才发现说他们并没有把那个卡利法给做出来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知道就知道的，大家有在追那个卡通的话就会知道的，电影版不是电影版，在剧场在故事里面的那个秘书啊，然后也跟这个罗布路基是属于同一个谍报组织的成员的角色，然后就给大家看啊，然后他一样有附个算是披肩的东西啊，其实我觉得帅归帅，可是这种颜色的白色，我觉得可能没办法长期拿出来玩。像这边还有它的授权标志，然后跟原本的那个之前本人有开过的那个女帝一样啊，应该都是用磁铁去扣住而已。等下扣给大家看，算是一个。其实这一组我觉得还蛮有诚意十足的啦，因为它还有它的造型。是用那个剧场版的造型以外，其实附的零件也蛮多的、啊，尤其是像他那个所谓的六式使用的招式上的那个纸枪的手指，他也有附给你啊，这点是还不错的。然后就拿出来给大家看。其实我还蛮喜欢，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角色也蛮悲情的，就是坚持自己做对的事，可是是对是错，见仁见智啊。虽然看起来是白色啊，灯光下看起来也像蛮像白色，其实它的颜色有点偏蓝色啊。所以看它颜色有点偏蓝色啊，后面是这样子，前面是这样，然后它有附一个，这个我先拆掉，不然到时候这样。然后脸的部分。基本上除了这个原本的臭脸以外，他附在一个是他帽子掉，还有附一个帽子啊，帽子也可以直接给他扣啊，像这样帽子可以直接扣。然后除了附的这个脸以外，他其实还有附上脸，我就不换了，主要是给大家看可动。他戴上他们那个 CB， 他们谍报组织很爱戴面具，那种类似。威尼斯的面具的这种面具，然后跟一个他是在微笑的脸，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真的在笑，跟两个就是他那两只信鸽的造型啊，只是不太懂的是他信鸽的造型，这一个是直接就可以他付给你的，可以任意你去放的地方的信鸽啊，跟一个这一款应该是可以放在他的肩部吗？可是他肩部好像没有附零件哦。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哦，这个不一样，他的这一个信鸽你可以直接放在他的肩膀上啊，他们这个其实有磁铁可以像这样扣住，而且可以扣左边，右边可以扣吗？只可以扣左边，只可以扣他的右边啊。然后我刚刚在想说他附的这一个鸟的零件是干嘛的，其实是这个头可以拔起来，换上戴上谍报组织的头的脸啊，像这样子，这个有点搞笑。我刚才在想说这个面具哪来的？
先放下去。然后可动性，基本上这种超可动系列的，我必须讲，他们基本上没什么好嘴的啦，可动性都非常非常的好啊。就给大家看啊，基本上像手可以完全伸起来都没有问题啊，只是一样会有那个他们这个超可动系列的一个缺点啊，就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那一个缝隙很明显，所以摆放时要稍微留意一下，摆姿势时要稍微看一下。然后这边有他的勋章啊，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制服西装远看有点像那种我们看到的那种西餐师傅的师傅啊。然后头发的部分，后面这个发尾这一些是可动的，它是另外一个零件给你啊，这点也还不错啊，因为它可能到时候这它的脸是这样，整个这个上面这个地方都是可以换的啦。然后腿的方式也是可以动到这里，动到这个程度啊。然后双关节的膝盖也可以到这样，但并不能大腿贴小腿啊，有一定的极限，到这里就是极限了。然后动到这个程度，其实你看到它这个，我不知道我这一只是不是腿比较松啊，有点松垮垮的。然后手臂是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摆出，摆出好像摆不太下去，摆想说摆出个六王枪的姿势，双手往前伸直，哎呦，哎呦，我差点吓到了，它里面关节是这样，注意看它的。手臂的关节是在这里啊，那扣回去。应该是可以摆出来的。像这样，六王枪。然后手臂的除了两个握拳以外，其实还有附上一般手掌打开跟纸枪模式啊，它应该后面照理讲，后面如果要出的话，应该要出一个就是有含连接霸气用的样子啊。可是这样其实好像有点麻烦。欸，之前看到人家说，好像有看到后面作品的试作品啊，好像是那个是谁啊？我有点忘记了。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卡利法能不能出现啊。后面是这样子。前面这样，然后脚的部分其实这个皱褶做的还蛮好看，注意看那个脚的皱褶做的还蛮好的啦。它除了这个鞋子的可动范围以外，其实注意看的话，它的这个脚掌这里还是可以再动的，这个关节是可以再动的。然后这里还有附一个零件啊，所以脚的看起来关节是可以这样子两节式的，像这样子。哦，白色西装，其实我觉得他把头拿掉。拿去给别的男性角色用，其实应该也还不错啦。后面这样，前面这样，感觉用久会脏的一个素体啊。售价大概2000，最低好像我有看到有人卖2200左右啊。有兴趣的朋友其实是可以考虑啊。超可动的航海王，或者大家讲的海贼王，哎呀，这个裙子部分是可以掀开的，可以看到它的下半部啊。可是这样我觉得好像没有比较好看。软胶这样，然后有附一个帽子啊，帽子掉。它帽子好像就是帽，欸，帽子啊，注意看它有，其实有做头发的编辑啊，像这样子啊，这样才对啊，它可以完全扣住才对，像这样子可以完全扣住，然后脚也是可以完全站直啊。那试着戴上它的那个披肩给大家看，它披肩应该就是又是用磁铁啊，可是它头发部分可能大家稍微看一下，有点 K 啊，就像这样，对啊，头发应该是用磁铁扣住，然后这个头发这个扣住扣好，其实披肩有点重，这样子站好了，下面这样。上面这样，然后除了披肩跟鸟以外，其实我觉得它没有附什么特殊的特效零件啊。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自己去考虑要不要去收集啊。还算一只评价，我觉得还算基本上超可动评价真的都还不错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蛮期待还是我的卡利法啦，或者后面的如果白心啊，
其他女性的角色。我对男性真的，这是我第一支收的超可动男性，应该会卖掉。